小问题想咨询一下，因为刚刚我们说这广东这边有三个片区嘛，然后相对来说前海啊横琴我们都比较了解，但是对于南沙然后我们可能知道的比较少，然后您能不能再做一些具体的介绍，就是说在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合作当中南沙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你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国家的发展，青人是否有一个向下流动的机会？还有第二就是说，沦陷地区香港它的政治局势动荡，会导致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功能是否有一定的挑战还有影响，会带来我们未来的机遇是否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我想提出的问题，谢谢。也有那个了解到我们的莲花口岸搬到横琴去了，就意味着以后我们跟横琴的发展是会越来越融合。那我们跟大湾区要怎么去合作呢？我提出几点意见。我这个问题想问一问唐博士的。澳门最重要的产业是那个旅游，博彩旅游业啦。可以说旅客是澳门经济的主要命脉，但是澳门只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城市，接待游客的能力有限。所以想请问，大家都很关心这个旅游承载力的问题，所以想问一问唐博士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多谢。单纯一个经济问题，这个政治问题，这个是政治经济问题。即如果是单纯用经济问题解决不到这个问题，所以用同一个是政治经济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所以想深入了解一下你对这个我们怎么融入这个大湾区的一些意见和看法。对，谢谢，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我说的时候我很矛盾的，有时候我在谈澳门的时候啊，我觉得澳门这个其实经济发展得很好，这个它这个经济水平人均 GDP 是7-8万美元了，这个你还是来。但是我又想咁嘅國家經濟咁嘅發一個質量嘅發展咧，咁令到佢持續咁樣去壯大咧，咁其實我相信喺調整結構或者剛才你講嘅結構轉型方面咧，其實我哋要落更多嘅功夫，係咪啊？咁其實咁喺呢一方面喺國家經濟嘅結構裏面咧，我哋其實喺邊一方面要更大嘅努力咧？而落咗呢個努力之後，其實會有啲咩效果，即係咩效果會帶俾我哋咧？呢樣嘢我係想知道嘅。好，多謝教授。好，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當然也很大，是吧？大家知道，我們國家從2015年，首先我說一下啊，你的叫澳門。可以有哪些的突破？比如说可不可以增加一些固定场所的设施？比如说像这个建立中途体育馆，通过三方面的这个沟通，体育球赛啊、文化表演，然后还有文化展览，从而更好的增加中途文化的交流。建议。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已经给出了一个方向了啊。其实刚刚呢，我刚刚其实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提到了，